欢迎大家嚟到位于亚尔卑斯山脚嘅都灵，收睇同时死对头祖云达斯对托连奴嘅对决。呢、这、一个戏码就历史悠久噶啦，除咗足球之外，喺历史上都代表住经济阶级同埋文化嗰种冲突嘅。而家咧呢一个历史包袱啊冇咁重啦，大家好好享受呢一场波。都灵市嘅市民对于呢一场比赛嘅热情咧，一啲都冇减退嘅，非常之壮观嘅一个球场啊！开波啦！祖云达斯对托连奴，大家期待嘅打比开始啦！恩诺比尼挡咗啲球波，有机会突破，踢埋上去，解围做得唔错。快速进攻啊！一个长传啊上前场，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俾咗个笼喎，试下呃埋去啦。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啊！嗱，呢个波俾得唔系好够力啊，咁啊，所以对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。得拉弓，有波入啦！嗱，头先个比波如果迟少少咧，就会越位噶啦，而家就啱啱好 timing。托连奴领先一球，好似佢呢啲咁出色嘅球员啦吓，无论喺边支球队啊，都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，入波梗系靠佢啦。接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喂射佢啦，呢球入啦，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成日话咩快刀斩乱麻，呢一下真系眨下眼就完咗啦。嗱，呢个射门梗系靓啦，不过最劲咧就系佢攞到波之后即刻反击嗰个速度啊嘛。佢哋攻入今场比赛嘅第二球，领先一比零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。不过嚟到二比零啦噃，咁就好稳阵啦。沙域哇！佢都跑咗好远下咯，个波甩咗出嚟，揿脚地波入嚟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上半场结束，咁啊睇完头四十五分钟啦，你觉得两边踢成点呢？托连奴睇嚟踢得都几轻松喎，喺入咗一球之后咧，趁混乱又入多球，我就唔会话呢场波已经叫尘埃落定啦。不过咧，情况就是确实有些一面倒的。托连奴上半场踢得顺风顺水，领先两球。
兩隊進入下半場。呢個直線靚啊！試下呃埋去啦，跳起一頂，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入波啦！在咁大的壓力之下，仍然表現得非常之冷靜啊！呢位仁兄好嘢啊，成隻馬騮咁嘅，你都捉佢唔住嘅，又俾佢甩到身啦！多年度遥遥领先三球，吓到个后防少少啫，不过后防都处理得好好啊。恩莫比尼埋去射佢，呢球点呢？又入一球，成场波喺佢哋掌握之中啊！拖连奴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今场第二个入波啦，佢梗系想演出埋舞姿戏法啦。拖连奴等咗几分钟，终于可以换人啦！你嘅换人啦，好明显就系想加强功力啊，好似大人虾细路咁啊！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大脚解围，全麦哇好跳得啊！头锤顶得唔错啊，不过咧就遇到已经有球员喺场边热紧身噶啦噃，系咪要换人呢？佢哋换咗个飞毛腿，睇嚟可以有啲贡献。拍比好，而家一个传球得唔得先？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咦，两边咧都利用呢一个机会去换一换人喎，执执个阵先啊！揾下办法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！派利回传，一脚踢走呢个波。罗马里奥，罗马里奥，呢脚直线一下劏，呢球点呢？波出咗界，龙门球嚟，佢好似夹下夹下咁噃，睇嚟都好痛啊！唔系嘅话，佢都唔会咁嘅样啦。最起码暂时睇落啊，似冇事。罗马里奥呢球波过唔到啦。看他眼神不多高兴，你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对手后看你这下了，到底哪个会拿到这个球呢？解围踢出来，这球球挡得好啊。奥斯卡这个是最后一球，拖连奴今场可以说无人能挡啊，完全不收手的，赢得非常之轻松。球打完了，有什么最值得跟大家讲的呢？拖连奴他们的目标就很鲜明的了，当然最后要拿冠军。但今天这场打比战就不是得三分那么简单，他们除了要赢球之外，还是要为面子而战。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节目告一段落。喂，今天多谢 Keyman， 真的开心和你合作，家谦。